自然就会喜欢你的。 小朋友，有没有大人在？大人，你不是啊？带我们两个进去好不好？乖了，以后给你们买糖吃。给你们买玩具。买冰激凌。买毛绒玩具。买遥控飞机。 那到底怎么样？我们才能进去？问你个问题啊，答对就让你进去。好啊，问吧。透明的剑是什么剑？隐形剑。错。无形剑。错。青光剑。错。看不见。透明的剑。 蛇蝎美人小师姐，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咱们练功为什么不去练功房？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乌龙神石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小师姐，你要不考我个问题呗？我要是答上来，你就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告诉我怎么能让那个帅哥喜欢我。 谈恋爱了，别不好意思。常言说得好，自古美人爱英雄，英雄就爱他你这样的蛇蝎美人。只要你把功夫练好，他自然就会喜欢你的。 你今天就要开荤了。
蕊蕊啊，你去看看他们钓了几条鱼了。问你个问题，如果你回答上来，接下来我钓到的鱼就归你了。好，问吧。听好了啊，有两兄弟掉到水里，被救上来的那个呢叫志明，那还在水里的那个叫什么？叫救命！你这个放肥！哎呀，师徒同心，其利断金。都过来，都过来！哎，快点走，走！我们的乌龙院又回来了，来，打个招呼。快出来啊！我看见你们了，给我出来！臭小鬼，给我出来！臭小鬼，给我出来！Yeah.